不知不觉能活个两三百年，比起其他生物长寿很多。往往我们的死都来自横祸，有时被拿来占卜，有时被拿来下药，更多的是被拿来食用。很多朋友都因为肉可分离而死亡，唯独大师父的慈爱让我们保有我小小的家，也让我们住进了大大的家中，享受着这两三百年的安逸，直到寿终。重视人生，成就生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接下来请收看东密日本慈悲弘法行。在日本法友无比欢喜的接驾中，慈悲的海涛大和尚再度领众赴日弘法，此行参访东京、大阪、奈良、滋贺等地著名的佛教寺院及灵庙。并前往各地慰灵区，为禁锢三途八难无边地狱道众生带来慈悲的佛法甘露。行程首日前往和歌山县，参访会在日本和歌山的纪三井寺。纪三井寺是日本旧式观音宗的总本山，山号纪三井山。纪三井寺的法脉传承是距今1240年前的日本江户时代，相当于唐朝时期。寺院的开山祖师是来自中国唐朝的僧人维光上人。据传记载，西元770年，唐僧维光在日本各地行脚，至明草山山顶时发现一道光，于是寻光登上明草山，因感得金色千手观音示现，因而刻制十一面观音像。维光上人将此金色千手观音装藏安座，结安安奉千手观音作为密佛供奉。从此观音菩萨也成为当地庇佑众生的心灵信仰。纪三井寺境内全流涓幽，远近驰名，
四方将其命名为清净水、杨柳水、吉祥水的三道清泉，更获选为日本百大名泉之列。佛殿中，法师们诵经梵呗，众人当下合掌，禅静其心。接着，海涛大和尚也领众念诵心经，虔诚发四弘誓愿，功德回向六道有缘众生，善愿圆满。众人也随喜布施，供养三宝，广植无上福田。翌日，来到日本真言宗创始人空海大师位于高野山的妙奥之院，参天树海，让这座号称日本最具规模的森林公园显得格外肃穆庄严。据日本佛教史记载，谥号弘法大师的空海大师曾赴大理求法，拜师于西安青龙寺慧果阿舍离门下，学习真言宗与大日经，受获传承不空三藏法脉秘法，赐受法号遍照金刚。被誉为唐密第八祖的弘法大师返日后，在高野山传授密宗，且于京都东寺创建了日本真言宗。自此，弘法大师将唐密之开藏戒与金刚戒二部传密传入日本，史称东密。而在其著作《三学论》中，又将密宗区分为纯密与杂密，为密宗传承再做诠释。由于弘法大师曾发愿不入灭，因此人们相信大师是于高野山中入定，继续保佑着善男信女们。待龙华散会，弥勒下生时，大师将来祝福弘化度众。因此，至今奥之院每日依旧有生神供及每日上供大师两次饭菜的常规。于是，奥之院名场不仅是日本佛教界的朝圣之地，也是日本许多佛教徒们以法古争相埋藏敬畏的灵场地。在日本，大黑天护法明王融合了当地本土文化，发展成司长除粮与财富之神，如同大黑天经典中赐予财富与宝粮的大菩萨。寺院护法殿的大黑天匾额是当地弟子以师父名义捐赠布施。来到大黑天护法殿，四方法师们以慈悲经咒为慈悲的海涛法师与随行法师及众等做祈愿准备。随后，寺院金刚护代表向海涛法师致上感谢状与结缘品，对海涛大和尚大力护持该寺院之善行表达无上感谢。慈悲的海涛大和尚也以庄藏整部华严经与泰国高僧设立的吉祥法宝与金刚公寺真前结缘。当下双方就佛法交流心得言谈中，大和尚慈悲度众的心溢于言表。
首先感谢我们奥智院大法师，我们院长副院长给我们这么高规格的接待，非常感谢。まずはですね、この度はわざわざ法薬城様にお出ましいただきまして、皆様方僧侶の方集ま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て、厚本礼を申し上げます。我想，现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唯有佛法才可以救我们这个世界。私は今の世界で最も大切なのは、この仏法によって世界を救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那我想弘法大师的最主要应该就是大慈大悲，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唯有众生的痛苦脱离他的愿力。きっと私は思いますね、弘法大師のご祈願ごとも、ご祈求になられたこともそうでありまして、大衆を苦しみから救っていく、第一大悲によって救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今回にあろうかと考えます。所以我们这一次来，通过很多摄影机。也很希望把弘法大师真实活在人间的心，这种慈悲愿力，告诉全世界。今回こうして撮影隊を連れてきたっていうのも、実は弘法大師様の妙教えっていうのが今も生き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他の人たちにたくさんの人たちに親しめた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して、こういうようなしきたり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弘法大师变成一个现代的弘法大师？我们透过媒体。透过我们的慈悲心，展现弘法大师的现代化。谢谢。弘法大师はもうすでに時代では昔の人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の今に弘法大師の精神を生か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今後私たちも考えて伝え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した。然后又看到几位大师这么慈悲，我们也会告诉我们所有法师跟信徒，要让慈悲心，让弘法大师。在你的心活出来，在你的生命活出来，去爱众生。今日は皆様方に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て、私たちのこの連れてきたものや、それから信者たちに対しても、第一代表を持って接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と、それはみんな染み入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と、それに喜びを感じており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じゃあ参ります。末了，众人于护法院前合影，就像密法在各自的心绪修为中，为此行法缘留下见证。玉供所旁，玉川水泉湍湍不绝，在诸尊菩萨像前，沐佛恩。静三夜，入目禅定圣境。而在日本，人们也将地藏菩萨视为守护儿童、旅客和亡灵的菩萨，因此会在地藏菩萨前遇佛。当遇佛的甘露流过下方的牌位，犹如上供下施，为因生未生胎儿及离世的家庭成员的祝福。走过碑石林立的奥之院，来到英灵殿前，透过共修慈悲经咒，祈愿慈悲愿力得佛护佑，普及十方，六道众生皆得慈悲超度。好，这边主要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死亡的军人。在二次大战时间死亡的应该是所有人，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来到这边，也愿不管我们台湾、大陆、日本、世界各地因战争而死亡的，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加持。我们学佛的人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空性。那这个世界因为没有空性，所以就没有一教，你我他有分别，有分别就有竞争，变成有战争，也有佛法的这种空性，绝对的平等，你等于我，我等于你，那才能够互相感恩。所以我想我们
点香也好，做什么功德，最重要是我们的发心，愿自己从今天敬畏来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报仇，不要有对立，就不会有战争。唯有心中和平，才可以让世界和平。那我想，弘法大师所弘扬的法就是空性平等、大慈大悲，爱所有的生命。各位当然也要观想，这里面搞不好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甚至你杀的人，或者杀你父母的人。但是如何超度呢？那就是我们决心不要再杀生。最大的杀生就是贪嗔痴。当你内心有嗔恨心，那就是在杀生，因为你杀掉了你的佛性，你也会杀掉了别人。啊，各位就这样真实的发愿，就像一个赌博的人不再赌博了，好不好啊？就像一个贪心的人不再贪心了，发起这种愿。就像我刚刚在门口看到空海大师的遗愿：众生尽，众生业尽，众生涅槃尽，我愿来尽。啊，就我们行菩萨道，一切都是为了众生。像地藏王菩萨，只要有一个众生在轮回受苦，那我们要永远的慈悲，永远的忍辱，永远的接受，永远的报恩，这样来超度。来，我们大家来念啊，来。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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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悉尼摩诃菩提萨埵萨埵摩诃摩诃摩悉摩悉尼陀林俱罗俱罗揭摩婆罗多罗伐斯夷毗摩诃伐斯夷婆来婆来毗毗毗悉婆来夷遮来遮来摩摩诃摩诃摩毗毗毗悉毗悉悉那悉婆来悉婆来悉毗伐沙伐沙婆来悉婆罗婆罗摩那婆罗婆罗悉毗悉那悉那悉毗悉毗悉那悉菩提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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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提耶弥耶弥耶坚持不离舍利佛耶摩诃萨婆诃悉菩提萨埵摩诃萨婆诃此行造访高野山，同时也前往拜会高野山大学。校方特别在松下讲堂移民馆接待海涛法师及同行参访的诸位佛子。当天透过参观，高野山大学校长在一幅曼陀罗图像前，为和尚及众人介绍密教真言中的法教教义及精神。すべての存在するものは 10本の指に象徴される。すべての存在するものは互いに愛支え合っていると。这呢表现的是呢，这就像这个是我们的洗衣机的手指一样的，是这个互相依靠，互相依靠的吧，是吧？互相支持，这个是表现出来的，这个是那个金刚界的那个教义。
在礼品馆的讲台上，高野山大学校长致辞，对到访的海涛法师及随行诸佛子表达竭诚的欢迎，并简单地介绍了高野山秉承空海大师所创立的真言宗密教教法及精神。慈悲的海涛大和尚也致辞表达佛法对于世界传达平等慈悲精神的重要。谢谢尊贵的高野山大学校长先生对我们大家的介绍。感谢先生，也非常羡慕，因为这是一个佛教大学，而且是要成为国际佛教大学，而且是弘扬空海大师这种遍照金刚平等大悲智慧的精神的大学，特别是用大学跟寺庙不一样，寺庙可能还有宗教的味道，所以我很随喜我们校长用世间的大学来学习生命的真理，来保护所有生命。佛教的精髓就是大家知道慈悲与智慧，慈悲是人类感情最高的升华，去爱所有的生命，慈悲的生命里面没有敌人，只有爱。智慧是绝对的平等，所以就没有分别心，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有造业。我想这个世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两种最好的药，慈悲与智慧。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唯有靠佛法的这种平等慈悲，才可以超越国家跟国家、宗教跟宗教、民族跟民族，甚至所有的生命才会达到平等互相爱护的精神。所以但愿上报加持，让高野山大学的精神到全世界都去开大学，把这种平等智慧空海大师的精神弘扬了世界。最后要愿我们校长永远健康，阿弥陀佛。华严经语，我如是知，如是理念，所见诸佛皆有自心，祈愿诸佛加持，众生三业消除，现世者无病无苦，身心自在，往生者离苦得乐，往生极乐净土。
菩萨阿弥陀佛，做一个三宝弟子就要护持三宝。第一个，我们要多造佛像，代表佛陀的身体。第二个呢，护持佛陀的口业，那我们叫多印经典佛书去推广。第三个，护持佛陀的心，那是代表什么？舍利塔、佛塔、转经轮。所以希望各位呢，我们要发起大造大型的转经轮、小型的转经轮、大小的舍利塔，来放置在任何地方，让大家有机会接触到佛陀的教法、佛陀的心，来圆满佛陀的身口意。阿弥陀佛。生命基金会募集菩萨大德的发心，共同供养佛陀身与意，庄严世界，净化人心。欢迎护持佛像、经典、舍利塔制作。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喜拜佛迎新年，生命电视盐水药师道场举办新春礼千佛祈福法会，点万灯，供万水，祭护生，恭请湛净法师领咒。日期1月28号星期二，大年初四，上午9点，地点盐水药师道场，地址台南市盐水区安内里新安内1-12号，联络电话06652-2170。06652-2170，法会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特为重症病患及49天内往生者回向。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祈福超度法会，恭请湛德法师主法，日期2月18号星期二，上午9点恭诵《金刚经》《药师经》，下午1点恭诵《地藏经》，地点水林杂粮生产合作社，地址云林县水林乡湾东村正义南街3号，联络电话05633-1565，05785-5226。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